各位来宾，大家好！今天我们聚在云端，一起参加加拿大《弟子规》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德国敬宗学会、夏历壬寅年、西元2022年清明网络祭祖典礼。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承德老师为我们做祭祖的讲话，请大众起立，恭请承德老师三鞠躬。一鞠躬，归礼。好，大家请坐。主办单位，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看到我们参与的这么多全球的炎黄子孙包含我们这一次回向的名单呢，就有应该有20000人以上了，那个纸张啊，都差不多200张啊。所谓国家民主将兴呢，必有真祥啊。孝悌之志，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相信我们这一份孝思上达祖先厅上达诸佛厅因为佛菩萨都是至孝之人呢，所以我们的孝心必其感应道交。而中华文明啊，传承了5000年，这是全世界唯一传承5000年不断的古文明了，其他都没有能够传承下来。这一点呢，我们就要感恩祖先了因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文明能够传承是结果原因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有智慧有福荫谈到祖先的智慧发明汉字，发明文言文是表意的文字，才没有因为时空断层其他文明的文字考古学家都很难看懂很多了，那后世的子孙呢，完全不能理解了我们只要会文言文我们可以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对话
而我们跟子孙呢，也是感应道教的缘分呢。所以祭祀啊，要带着子孙呢一起来参加，一起来祭祀哦。让孩子啊从小啊在祭祀当中啊扎孝道的根呢。我们想到师长老人家有说啊，孩子来到这个世间呢，我们当父母当长辈有一个责任呢，要把他教的像人啊。什么才是真正有人格呢？像个人呢？格言联璧有讲，节中尽孝谓之仁。人心中有忠孝，他就有人格。没有忠孝啊，他就失了人格了。从佛家讲，人生难得，我们去观察一座山的蚂蚁有多少，一个省的蚂蚁有多少，全世界的蚂蚁有多少，这蚂蚁的总数都不知道是人类的几倍啊。那其他的昆虫它还没算，所以光是畜生道啊，就不知道是人类的多少倍了。真的人生太难得了，我们珍惜啊跟后代子孙的缘，要让他们立住人格，甚至于进一步更慈爱的话，护念他了脱生死轮回啊，现世忧虑圣贤之欲，这一生做圣贤君子，积功累德，抱敬高登极乐之乡，能够了脱生死轮回，这样的父母啊，有智慧啊，真正的慈爱啊，因为这一生成为亲人呢，也是缘聚。之后也会缘散，散了之后啊都不认识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也不记得前世的亲人了，所以我们祭祀啊，我们得看得很深远来做这一件事情，也要看得很广泛。为什么要看得很广泛呢？师长有提到，我们现在是地球村呢，是生命共同体。哪一个地方战争呢？包含像疫情来了，
全世界都影响啊。啊，上书里面提到了，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上书这一句话就点出了解决我们现在个人到家庭、社会团体乃至于国家、世界的解决方法呢。而行善，老祖宗留了一句话，百善孝为先啊。所以在行善当中又以孝为先呢，为最重要。而孝就是透过祭祀来教的。论语当中讲，慎终追远，明德归厚啊。只要用礼处理父母的后事之后每一年祭祀人心就会越来越淳朴厚道了。因为连几百年几千年前的祖先都不忘他们的恩德怎么可能忘了眼前一把屎一把尿给我们拉扯长大的父母呢？这是我们老祖宗教孝教做人的高度智慧。所以祖宗虽远呢，祭祀不可不成呢。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所以孝让我们饮水思源啊。我们在一个地方都喝那个地方的河川的水啊。我们不能忘了他的恩德。同样的有祖先才有我们我们不能忘了他们的恩德。所以祭祀让我们不忘本知恩报恩。刚刚跟大家提到师长很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要把我们的孩子好好教要把他们教得像人啊。假如他不懂得知恩报恩假如他不懂得不忘本，那就可能连畜生都比不上了。师长有说十法界一正庄严人里面呢就有人中的天人人中的地狱恶鬼畜生人中的罗汉辟支佛那我们要把孩子教成人中的什么呢这都掌握在我们为人父母乃至于为人老师为人领导的手上我们也随喜
参与的有不少是单位啊。以前当领导啊叫父母官啊。以父母的心来护念下属。护念团体的人。我们很熟悉啊。乌鸦都知道要反哺啊，羔羊都知道要跪乳啊，包含狐狸啊，早上啊，可能其他地区啊不一定有参加到啊，我们灵岩山双溪小组。道公长老主法的这个三十细念长老就有提到了狐狸他在外觅食刚好生命要结束了他的头啊一定是朝向他住的洞穴的方向。他不忘这个本呢、所以我们能够不忘本呢、我们就扎下了知恩报恩的根基了。而祭祀啊，在传统文化里面是吉礼吉祥啊。为什么吉祥呢？所谓福田心根呢、福田大分三种。恩田敬田悲田呢、我们祭祀祖宗不忘祖先的恩呢、我们尊敬祖先留下来的教诲、所以这个是敬田不忘恩呢是恩田、所以孝经启勉我们、无念而祖欲修觉德、我们每一个人要把自己父母的德恨甚至于我们有了解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于更远的祖先有哪些德风我们就有责任透过我们传承给下一代那相信啊，有这一份心啊，一定感得祖先呢冥冥当中的加持了。而师长又说到身为中国人身为炎黄子孙这一生都有一个同样的责任就是把中华文明介绍给全世界。我们这一生的缘呢就是来救世界的因为只剩我们这个古文明了我们现在看现在的天灾人祸它是从人心思想造成的这一百多年来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啊，把人引到死胡同里面去了整个世界的西方希望寄托在东方文明的红船呢儒家说不知命啊未为君子啊。佛家讲众生无边是愿度啊。儒释道的学习首先就是发愿呢、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清明在止于至善发愿呢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那个心量都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哦，那进一步佛家，那更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哎，不止啊，要孝这一世的父母，还要孝生生世世的父母啊！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办单位的安排，我们最后是以持地藏经来回向给祖先回向给离去的家人大乘经这个功德不可思议而且我看我们一起参与读经可能有上千人了这个力量相当的强大家都是一份沉静的孝心而且我们在持经的时候随文入观我们效法地藏王菩萨的孝亲尊师而我们一年当中清明祭祖人只要能感恩祖先呢，能不忘祖先的教诲这个人就不会糊涂了，他就会清明起来了，脑子清楚了，明白了。刚好我们台北灵岩山双溪小族今天有三十七年祭祖，四月五号还有一场我们道光长老亲自主法这也是很难得的缘分。而且长老带领他的出家在家团队心量很大都可以在网上写名单可以帮祖先立牌位离去的亲人立牌位甚至包含呢我们所有过去生中的有缘众生我们过去生跟多少众生都是家亲眷属的关系而供奉这样的因缘我们只要用一点心把这个名单呈上去又能当天哪怕时间不够我们参加一时祭祀最好是可以亲自参加而且几乎每一天呢都有三十七年法会陈德曾经看到一次三十七年法会把那个牌位焚化的时候在火焰当中西方三圣显像非常的庄严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在这个法会当中可能呢脱离恶道的不知道有多少甚至于都有接引往生往生就做佛了这可是太殊胜的
缘分呢、啊，做佛就可以跟着阿弥陀佛广度众生呢。所以我们要懂得珍惜因缘呢、啊。而我们跟着师长老人家学习、啊、首先效法他的心量。我们看到老人家在法国在英国办祭祖办祭口，把中华文明啊最精髓的孝道师道供养给了西方社会，真的是以德报怨呢、啊、100多年前英国法国这些国度啊我们整个民族说叫列强侵略啊，所以师长的心量是我们的学处，透过我们带动其他的民族啊，都懂得感恩他们的祖先啊，因为所有民族的善根呢。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们炎黄子孙、啊、中国人的使命、啊、要把中华文明透过自己的身教、言教、敬教、供养给全世界、这样啊我们这个世界才能重新回到安定和平了。末法还有9000年了、一定可以复兴起来。所以我们主办单位还有安排、我们一起合唱、礼运大同篇、我们所有主祭的现场、都有力啊世界万姓祖先的牌位不只是带动全世界来感恩祖先呢我们立万姓祖先的牌位还是很有意义啊，因为我们的祖先教我们了饮水思源啊。人家送我们一杯水啊我们都要感恩了。更何况我们在座有不少同修现在是移民到欧美啊或者其他的国度啊我们东南亚的同修也是离开祖先之邦啊。我们所在的这一片土地它所有的神奇包含他们的祖先人民对我们都有恩德一日之所需啊，百供是为备啊。所以我们感念万姓祖先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在天之灵会很欣慰的我们这个心境呢，就是祖先呢，最重视的德恨，而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身份，是我们是佛弟子啊，我们尽孝，跟世间还没有遇到佛法的，还是有差异哦。一人得道啊，九祖升天呢、祖先跟我们没有分开哦，所以我们这一生呢，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都遇到了，我们这一生要好好勇猛精进啊，成就自己，来
回报我们所有的祖先的恩德，这是最圆满的回报啊，大圆满，世恩总报啊，父母、师长、国家的恩、众生的恩，都报得很圆满。好，那最后也感谢我们主办单位还有所有参与工作的大德同修的辛苦。他们这一段时间呢也都很辛劳。那我们用恭敬虔诚的心来祭祀，来得福，相信也是我们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呢他们最希望的事情。好，那承德就跟大家共勉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请参加祭祖的大众，在祭祖过程中做意念时，以真诚、恭敬、广大的发心，观想我们的祭品是最丰盛、最圣意的美食，来恭请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和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进而是自己的家族先祖，来接受我们最诚敬的感恩之心。在这里也提醒参加祭祖的大众，在进入入母房间之后，聘祝主祭台朱老师和主持人的屏幕，请其他参与者全程关麦，跟随主祭者唱、诵、读。请大家端心正意，端身正念，诚恳严肃。加拿大弟子规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俄国敬宗学会清明祭祖典礼马上开始。韶光留意，又逢清明，缅怀祖德，矢志不渝。中华先祖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华夏文明，今天我们通过网络集聚一堂，追念祖先，报本情因。加拿大弟子规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德国敬宗学会夏历壬寅年，机缘2022年清明祭祖典礼
现在开始。以下大家齐诵齐唱部分，请大家开视频关麦跟诵跟唱。请大家起立齐唱弟子规。首孝悌，次敬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幼则孝，父母呼应勿缓，父母明心勿懒，父母教须谨听，父母责成，动则温，下则静，存则心，温则定，助弥固，反弥勉，去有常，业无边。是学生无相为，苟相为，即德配，不随生中华民族上下5000年的历史源远流长，作为炎黄子孙，我们倍感骄傲，我们愿担负起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之历史使命，使华夏文明永续辉煌。请大家齐唱祭全球先祖歌。一天知道
请大家肃静，让我们怀着一颗恭敬的心，恳切至诚地缅怀祖先，恭请中华民族万姓祖先和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入场。请参与祭祖的大众心里默请自己家族祖先入场，我们一起静默一分钟。请主祭者和参加祭祀的老师、家长和同学就位。主祭者，请准备上香、献花和献果。家里有准备祭祀祖先的老师和家长，请陪同主祭一起上香、献花和献果。请主祭者上香。请主祭者献花。请主祭者献果。请主祭者领众向中华民族
万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行三跪九叩礼。请主祭者和参加祭祀的大众长跪。一叩首，行，再叩首，行，三叩首，行，起，再跪，一叩首，行，再叩首，行，三叩首，行，起，三跪，一叩首，行，再叩首，行，三叩首，行，起，行鞠躬礼，下念诵部分均由主祭者开麦读诵，大众请开视频关麦跟读。请主祭者带领大众恭诵祭文。时为西元2022年，岁在壬寅，清明之际，加拿大弟子规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德国敬宗学会蒙各界厚爱，承诸贤见语会嘉宾邀贤达同志银翁首师生李乡亲肃穆诚敬，聚首于加拿大安大略省、贝斯省、英国威尔士、德国法兰克福，面北倒首，至诚拜祭中华民族万姓祖先与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仅以鲜花、果品、素膳、家传，遥祭祖先，敬叩伯曰。
树大根深，枝繁叶茂，水长流远，奔腾浩荡，我族有缘，代代相承。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祖宗德风，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树栖典范，历历在目，风言展书，古道犹存，祖宗遗训，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代代相传，谆谆教诲，赏在耳畔，千古文章，布在方策，祖先恩泽，浩瀚无边，祖先智慧，幸福圆满，远世难积，近世可述，而今后辈欲修觉德，中华儿女团结一致，共建和谐，告慰先祖，感念先恩，缅怀祖德，尊主遗训，万事福旺，祈福世界，祥和无疆，风调雨顺，百业兴旺，护佑中华盛世运畅，护佑子孙永续辉煌，福为上享。今加拿大弟子规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德国敬宗学会为海内外中华子孙祭祀先祖之德，齐诵《礼运大同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份，女有归，或勿期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利勿期不出于身也，不必畏己，是故谋弊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避，是为大同。请参与祭祀的大众自行默念祭诵祖先祭文，我们一起静默三分钟。
请全体向中华民族万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行三鞠躬礼。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礼成。请大家端心正意，端身正念，诚恳严肃，恭送中华民族万姓祖先、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退场。您参与祭祖大众，心里恭送自己家族祖先退场。我们一起静默一分钟。请主祭者退场。归学会传统文化学习班，俄国敬宗学会清明祭祖仪式就此圆满。请大众起立，恭送承德老师，三鞠躬，一鞠躬，起，再鞠躬，起，三鞠躬，起。